微风公主廖小乔带路，信义店抢先直击。贵妇们，酒过来，酒过来。周四要开幕的微风信义，今天带你抢先看。大门口这个 bling bling 的水晶灯很美吧？我哥哥他翻杂志，然后找到了这个厂面的设计是我来做的，包括这30000多片的水晶都是我去选的。看完造价600万、闪亮亮的水晶灯，接下来一定要来逛男生女生都爱的内衣品牌。在这么野的包装下，它的质料跟又带点可爱，又带点野，然后其实又带点高雅，所以我觉得它是女孩们的梦幻衣品。还逛不过瘾吗？隔壁的 Medicine Baby 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店家哦。小孩版完全是缩小版，你看这个有没有很畅秋？就喜欢穿这个，然后再配个破牛仔裤，那就变小帅哥了，好帅啊！逛了老半天，大家腿都酸了。听说厕所还有咖啡可以喝哦。四楼也有美食街，有高档牛肉面、新加坡宫廷料理，让你选。当然更不能错过崔 and Zen， 你看就连还在做最后 check 的廖董都抽空来坐坐。我也就是 to see is to believe 吧，所以你要现场去看。然后细节到这里要走，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当贵妇名媛的感觉哦，不过要小心荷包可能大失血。